新年快乐！今天是美国这边中国年的大年初二。昨天我们一个很大的 party，在学校有100多个学生朋友参加了。我跟他们介绍了中国文化，包括12生肖。今天是礼拜六。我们这是我家门口的灯笼，后面我们也开了这个彩色的灯，这个灯是从那个圣诞节到现在，我们用这个灯庆祝2个大的节日，一个是圣诞节，一个是美国的圣诞节，一个是中国的新年。今天好大风，刮大风，家门口开了灯，哇，好大的风呢！我们准备去 shopping，现在，好大的风，哇，那个几度飘到房子上面去了。大风今天，山上已经下雪，今天是2月17号，对，在美国这边，就是，我们这比较冷的，我们在北纬45度以上的北面，这是我家门口，推一下，把整个房子照进来。今天是周六，刮大风。现在都应该是5到10度，刮大风的。太阳出来了，但是那个太阳，住在纽波这个小镇，在2万多人，离这个俄勒冈最大的城市波特兰开车就是40多分钟。我们很喜欢这个小镇，就是福克斯大学就是这个小镇，所以离这个学校很近，再开车5分钟，往那边走一下就是这个农田了。是的，都很可以，都很漂亮的。我们就住了7年多了，很喜欢这里。还有森林居。哎，对，嗨。That's my student，刚才我的学生呢，就 Mr. David。好了，再见了。